自己长出来了。这超白的，好白哦，亮。马里岛可以登岛吗？你们要买东西是不是？要买东西的话可以登岛啊。你们要买，你们要买东西对不对？要买商店的话，我怎么找不到商店让我傻逼？因为我商店还没开。服饰店明天开吧，这间啊，这间还没开，好可怜哦，他明天才会开吧？明天才会开，哦，这鞋子是那个我们的观众亨利，他送我的。家很悠哉，很悠哉吧？是不是很可爱？还弄一个位置给他们。这是今天的服饰，给你们看。些可以买啦，你们喜欢的话可以买。很奇怪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来。好，慢慢进来哦。我记得玲玲好像有贴、欸，我忘了。哦，好好好，耶、yeah, ！我们的美少女战士来了，看，很靠北。哇，美少女战士哎、欸！我们的小蜜起来了，哎，蜜奇是没有在线上的。哦，收不到哦，对好，我应该开放给任何好友。等一下哦，我等下再开，要重开一个。哦，我应该开给任何人。哦，我按错，我选错了，我等下重开一个。等下我选错了。我等下我先给好友，等下我重开。这拍手感觉很累。魔法棒啊，染色魔法少女。他正在专心买衣服。可以啊，可以去抓。哎、欸，大兔兔你来了吗？
对吧？蚂蚁都在啊，对吧？男孩子的浴衣跟女孩子的没有差多少，那个被人家抓了，等下会再长出来吧，等他一下。那男生可以穿啊，还免治马桶送动身主机啊，最左边是你，你是不是少一个零？然后这次是我，我明明玩好几天呢，玩了我玩了将近一个月。小猴来了，哇，我们的小猴，哇，可爱呢，好像很可爱哦，我来晚了，好啦，你们乖一点哦，那小郭跟周子宇玩到早上，他们应该没那么快醒。阿瑞在干嘛？阿瑞是不是在打魔物？阿瑞在干嘛？他现在在干嘛？其实我之前不叫蚂蚁啦，是我玩游戏的名字，他们叫我小啾啾。爱吃哦，有人是挖吃蓝线的。他再重开一次了，先回家五百没有。我再看一次，就是一次太多了，我断了，奇怪，为什么会断？在下载东西，好吗？邀请，邀请朋友。邀请朋友，直接就有了。好了啦，好妖哦！阿燕，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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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样看得到路吗？你这样看，练钓鱼比较准。好哦，好像很厉害哦。啊，好哇，我这么可爱，好像很。SN 女郎，厉害的我，怎么这么好笑？文章也太长了吧！要吃什么？啊！我先要看，你要刷存在感就看一轮，那很 RP。刚刚是不是那个啊？黑子的篮球欧式的，
好了吗？好了哦，赶快去买哦，不少人呢。好，去买一买，去买一买，快快快快快，去买去买，买一买，买一买。还有人没有进来吗？哦，浓缩咖啡机，糖跟牛奶，这是糖跟牛奶是什么？咖啡磨豆机，我想抱抱你是，还抖那个是。黑色跟白色的哦。